鸣笛追捕毒虫，对方却闯红灯撞上黑色轿车，远警立刻下车击破毒虫车窗，将人从车内拖出来。啊，开灯！啊啊，你干嘛？狡猾嫌犯趁机想开溜，远警反应快，立刻追上去将他压制在地。无辜遭波及，遭撞女车主与乘客站在路边不知所措，远警上前关心：“你们还好吗？”“没，先下来，我们叫救护车。”“没有看到直接撞击啊，可是有看到处理，我听到的是闯红灯啊。”五号晚间8点多，桃园保大远警巡逻经过龟山区鼎新路时，发现一辆箱型车违停路边，上前盘查却拒检逃逸。警方一路追到凤鸣桥头时，嫌犯闯红灯撞上轿车，造成两人轻伤。该车驾驶在行进过程中不断逆向行驶，持续逆向行驶并闯红灯追撞正常绿灯行驶之车辆。71年自留姓男子毒品窃盗多项前科，警方从车上搜出安非他命与吸食器，讯后将他依法送办。只是为了躲避警方追缉，想闯红灯逃逸，结果逃不掉，还伤到无辜民众，罪加一等。记者林中正、姚立强、陈志芳，桃园报道。